加上整个眼眶部分做的实在是太大了，贴纸部分给的还非常的垃圾，所以说这一款模型在整个面向方面，即便是调整到了当前的状态，也基本上只有侧脸还算勉勉强强能看。而且由于早年老模的缘故，这一款高高模型在整体的细节以及整体的棱角来说是非常非常的肉的，这个弧度有点太大了，所以说整个头部看上去会非常的不好看。加上这个天线的连接也是非常松的，需要各位用胶水进行一定的加固处理。这一款模型其实唯一有一点好处呢，就是在关节以及一些其他的细节零件部分是采取了银色的喷镀，而这个喷镀的技术呢是用了大班的喷镀技术，所以说漆面表现还可以。但是由于高高零件本身就不是特别好，一点也不工整，所以说这个漆面即便是非常干净，但是最后的呈现效果也是凹凸不平的。头部监视器以及火山炮的部分都是采取了贴纸进行补色啊，不对，火山炮呢是采取了银色的单独分件，那么整个头部后方的监视器是采取了两个铝箔贴纸进行一定的补色处理，整个头部依靠一个脖子关节加上一个球形关节进行连接，整体的活动范围还是相当的不错的。整个胸部是我做的比较糟心的一个部分，由于整体的组合度并不是特别好，加上部分零件还是需要用胶水进行加固的，所以说最后的这个胸部其实也是花了挺长的时间才最后修完的。但是好在 MG 身上的这一些分色都是通过了分件进行展示的，效果还是比较好的。在胸部的肩膀部分连接处这个地方其实是采取一个联动机构，主要就是在活动的时候呢，这个胸部的装甲会和整个里边的关节呢进行一定的外拉，呈现一个联动的效果。但是说句实在话，这个联动效果放在高高身上真的是很难看，而且这个缝隙做的实在是太大了，基本上合不拢。胸部驾驶舱呢也是可以进行正常的打开的，但是这个地方打开其实是比较费劲的了。通过驾驶舱的展开，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内部的飞鸟了，在小人部分也是提供了飞鸟以及露娜的这么一对小人了，那么在细节方面算是高高模型里边比较好的一个细节表现了。同时作为豪华版，这一款模型呢还附带了一个基拉以及飞鸟的，这个是应该是一比几的这个人偶还真的不太清楚，反正就是这么两个透明人偶了。上一次见到这种透明人偶呢还是在做大班的大魔黑色三连星的那一款里边，是附带了三名驾驶员的一个这种的透明人偶了，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尝试着去进行一定的补色处理。但是我这个面相总感觉哪里怪怪的，这个眼睛以及这个嘴巴的比例总感觉看着有点不太对劲呢。那么在整个胸部的活动性方面，首先就是弯腰活动幅度以及后仰啊，其实这个地方呢我这台模型是基本上都做不到了，我这个现在是纯纯硬掰呀。然后在整个侧摆方面，其实这个活动性还是比较好的了，至少在侧摆方面这个活动性也是比较够用了。胸部下端这个部分也是能够进行正常旋转的，但是因为高高零件精度的问题，所以说这个地方我总感觉活动的时候有点不太安全。在整个肩胛部分就是普通的左右盒，中间呢是安装了一个光束回旋镖的一个剑柄的连接件，上方的红色出气口也都是采取了分件进行展示，整体的效果还是比较好。那么这一款光束回旋镖也是可以直接拔下来的。在光束特效件方面一共是附带了两种，一种是弯的短一点的回旋镖样式，另外一种就是光束军刀样式。那么由于这一款回旋镖是并没有任何的固定卡损的，所以说只能够通过可动手的握持力度去进行握持了。那么在整个肩胛的可动啊，首先呢就是正常的上下摆动是可以的了，再来就是光束回旋镖这个地方也是带有一个轻微的可动的，但是这个光束回旋镖的连接其实并不是特别的牢靠，需要各位用胶水进行一定的加固处理。然后就是整个手臂部分，手臂部分其实也没什么好说的，就是普通的命运的骨架，然后套上了这一些比较素一点的外甲，在造型方面其实还算是中规中矩吧，毕竟比较还原嘛。可动手部分首先是提供了一对我们常见的113的可动手了，这一次的可动手提供的也是完全的银色结构，
然后就是还提供了一对掌型炮的造型手了，那么炮口的内部的细节也是有的。最后呢还有一个握持手型了，这个握持手型主要就是用来握持光束步枪以及对剑刀的这么一个握持手型了，但是这一款模型的手背甲只提供了一对，所以说在换手型的过程中还是需要替换手背甲的。因为这一款模型翻模的是豪华版，所以说套件里还会附带这么一个豪华版里边才有的掌心炮的光束特效件的，但是这个光束特效件为纯色的，而且只提供这一个，另外一只手是没有办法进行握持的了。我们直接通过碰面件的内部的卡位给它插进去，就可以将它握持在这个手掌心炮的手型上了。整体这个动感以及造型方面还是比较好的，我个人感觉这个掌心炮，你说它垃圾吧，它好像还行吧。同时这款模型还提供了另外一对的掌心炮的特效件，但是这个所谓的掌心炮特效件我个人感觉应该算是一个光束回旋镖发射出去的这么一个动态的动作，但是前端呢仅仅通过了一个这么一个大圆柱之后，我们直接把光束回旋镖给它嵌到在上面去，就可以挂载整个光束回旋镖了。但是我个人总感觉这个特效件的提供可能是因为高高翻模这个特效件是比较垃圾的，所以说这个颜色并不是特别好，可能万代的那个动感会更好一些，当然了当前的表现力也就是这个状态了。再来就是手臂上的这个护甲为固定结构，内部是有一个嵌套一个 PC 件的，这个地方是用来安插后续的抗光束盾牌的。同样的，因为命运本身呢也是带有光束盾牌的属性的，所以说光束盾牌是安装在手腕上面的这个黄色零件内部的。和 HG 不同， HG 呢需要替换零件，而 MG 啊我们直接翻着出来，内部是带有一个小卡扣的机械臂。拿出这款模型所附带的这么一片光束特效件的，说句实在话，这个特效件上方的纹路啊一点也不清晰，而且非常的垃圾。和 MG 前行自由一样，我们直接给它嵌套在里边就可以了。在整款模型手臂的可动性，首先平台依靠一个接木的关节能够达到当前的水准，但是手臂的这个平台关节是非常松的，对于后期的武器握持也是有一定的影响的。上臂旋转是非常非常紧的，这个地方建议各位用握住根部进行活动，屈手活动幅度差不多在180度左右，这个效果还是比较好的。手腕部分采取了球形关节进行连接，整体的活动性也是可以的。在裙甲部分，这一款模型呢也是有很多很多的问题，首先就是前裙甲正常前台没有问题，90度，但是这个地方有的时候呢咔一下子就这么松脱出来了，非常的麻烦，而且像裆部前端的这个蓝色分件也是非常松的，需要进行一定的加固处理。侧裙甲为通过一个柱形卡榫加上一个 PC 件进行连接，这个地方单看上去活动性还是比较不错的，但是这个地方活动的时候就直接会这么松脱出来了，效果也是非常的差劲的。后裙甲相对来说就比较朴素了，而且整体的活动性以及这个活动手感还可以，至少它不会掉。那么在整个胯部呢，其实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小设计，那就是这个地方其实是设计了一个卡位的，和 MG 无限正义一样啊，这个地方呢也是可以通过解锁卡位然后提升整个胯部的活动性的，但是高高的这个由于万代本身的设计可能会有一定的问题，加上高高翻模的零件问题，这款模型的这个固定位点就是一个单片的而且非常薄的零件进行固定的，而且这个固定效果非常非常的差劲，我们即便是给它推到头卡死了，那么整个胯部依旧是产生一个解锁的状态，所以说在后续战时的时候这个胯是没有办法固定的，非常的麻烦。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在大腿根部的活动关节，这个地方提供的并不是 PC 件，而是带有一个银色喷度的零件，加上漆面的缘故，所以说这个腿部在根部的活动性是非常非常紧的。首先前踢以及后踢啊，这个地方都需要握住根部进行一定的处理，或者说各位使用砂纸对这个柱形卡榫进行一定的打磨。然后就是侧台啊，侧踢的这个活动幅度可以说是非常够用的，但是它的效果是最紧的一个，一定要摁住根部，或者说一定要针对内部的柱形卡榫进行打磨，不然这个地方肯定是断的了。大腿正常的旋转是非常松的，而且这个地方有一定的虚位，加上整个胯部的虚位非常非常的大，所以说整个腿部的活动性在根部就已经是非常差劲了。对于高高的这一款 MG 命运高达来说，纯纯的上支架战时命。作为一款老 MG， 在整个腿部的细节分色还是做的比较好的，至少该有的分件它也都给了。小腿后方的推进器盖板呢也是可以进行一定的活动的，内部的推进器喷口以细节也是满满的了。在根部以及膝盖部分脚腕部分都是采取了银色漆面零件进行展示的，效果还是可以的，但是有一些外露水口还是比较明显的。同时这一款模型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脚腕的球形关节非常非常的松，一碰就掉，这个把玩效果真的是令我非常的，我真的是不知道怎么说了。脚腕前端的护甲也是可以进行一定的活动的，内部还要带有一个 ER 杆的联动效果，整体的效果还是比较不错的。这款模型在整个主体部分唯一让我欣慰的就是这个脚底板看上去非常的漂亮，银色漆面的表现以及这个零件的表现细节表现都还比较不错，除此以外没什么可看的。
那么在腿部活动的时候还有一个问题，虽然说大腿部分膝盖弯曲的时候这个地方会有一定的联动，但是前后的两片装甲非常松，有的时候基本上一碰就掉，所以说活动之前一定要将大腿部分的前后两片装甲全部给它粘死加固。主体部分我们看完了，最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款模型所提供的这个翅膀背包了，但是这个外露水口稍微的有些残暴了，老模的很多水口位置以及的大小都是非常大的，但是这一款模型呢在整个翅膀的细节表现部分还是比较差的，毕竟这个细节有一些糊的看不清楚了，甚至渗线我都没有做，因为基本上渗不进去。在翅膀上方的根部呢是采取了一个银色的零件进行展示的，这个地方是一个可以活动的液压杆分件，翅膀也是可以通过外拉之后提升一定的可动幅度了，这个时候啊这个翅膀的可动幅度就会比较大了，而且这个地方也是有固定卡位的，所以说各位不用担心这个地方会不会在后期把玩的时候松脱出来。在背包推进器部分整体的分色细节分件还是做的比较好的，而且还是能够提供了一个基础的可动性。那么整个翅膀可以正常的展开活动，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中间的这个三个小叶片其实在展开的时候呢会有一个轻微的联动效果，一片一片一片跟着一片进行展开的，这个效果嘛还可以，但是回收的时候就得需要手动的去回收了。那么背包部分还剩下这两个武器了，由于这个地方的球形关节的连接也是比较松的，甚至一活动就会松脱出来，索性啊我就没有直接装了，而且这个出行卡损活动活动也会直接松脱，这个地方其实问题也非常的大了。那么武器方面啊直接通过这个滑槽固定下来就可以了，但是这个滑槽啊也是非常松的，甚至在活动的过程中也非常容易掉，就这样。那么对剑刀的话呢我们也都是常规玩法了，翻折拉出底边的两个小叶片给它翻折出来，然后插上这一款模型所附带的对剑刀专用的光束套件了，那么这一款模型的对剑刀安装就全部的完成了。那么这个绿色的炮啊在整体的细节表现上以及这个造型方面也是比较好的，展开机构也是比较紧实的，这个相比 HG 要好上很多了。而且在整个在命运高达这款炮身呢其实还有个联动效果，首先我们翻着出来握柄，然后我们进行旋转，就可以看到整个炮的尾端中间这一段是呈现了一个联动效果的，直接将整个减震器就会可以打开了。但是这一款模型在贴纸方面也是提供的比较差的，所以说这个地方的贴纸我是没有去贴的。最后剩下的光束盾牌以及光束步枪这些也都是基础的武器配件了，盾牌可以直接展开，内部的细节也是有的，这个连接方式也是比较简单的，而且固定效果还是比较好的了。光束步枪呢不只可以握持在手上，也可以通过这两个卡损直接握持在裆部后方那两个卡损上，就可以实现一个步枪的挂载了。作为豪华版还有最后的一个特效件，那么就是这个光翼特效件了。整个命运高达豪华版的光翼特效件还是相当的漂亮的，虽然说仅仅是一片塑料片，但是这个细节刻画以及这个光效要比盾牌那个好上很多了，而且在不同的光照下其实这个片是有反光效果的，所以说在后期摆动作这个东西其实要比那个盾牌要好上很多了。安装方式也是非常的简单，我们直接将翅膀展开，然后通过上方的这个连接件我们直接给它插在翅膀根部的卡损上，就可以实现一个命运高达光翼的挂载样式了。但是这两个白色的连接件其实衔接呢会非常松的，像这样一碰就掉，所以说还是需要各位用胶水进行一定的加固处理，只要上方的这个带有卡损的连接件不掉，其实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本款模型呢还有一个强袭自由同款的支架地台了，地台底座就是命运高达展开光翼的这么一个简单的样式了，上方的连接件跟强袭自由比较类似，但是还不太一样，毕竟命运高达这个用的是通用接口，我们采用其他的通用支架也是可以进行使用的，像我之前评测过的那个铁管的支架也是可以插上这一款命运高达的，但是强袭自由却插不上去。那么今天要和各位分享的这一款高高翻模的 MG 命运高达我们就已经全部的介绍完成了，总结就两个字，垃圾，别买，千万不要买，降价给钱都不买，太垃圾了，暂时不行，把玩不行，全身要么松松垮垮，要么紧的根本掰不动，紧该紧的地方不紧，该松的地方不松，真的就是哎呀真的就是一款纯纯的垃圾了，也算是我个人拼过的高高模型里边最糟心的一个，就算拼 HG 我都没有这么糟心过。本身豪华版提供了这么多的武器配件以及一些光束的特效件，把玩起来会非常的爽，但是这一款模型呢因为整体素质拉垮，所以说把玩几乎是不可能的了。同时本期呢我原本是准备了学学建议的，但是因为这一款模型我个人是相当不推荐的，所以说本期的学学建议直接 pass 掉，这一款模型从各位的人生生涯当中也直接 pass 掉，高高命运从此就没有出现过，与其花时间去做它去修它，
都不如去修高高的 HG 新生命运。虽然说那一款模型在关节部分它也是有一些松动的，但是好歹那一款模型整体的素质表现肯定是要比这个玩了要好上很多的。那么本期的细狗模分享到这里就已经全部结束了。本期视频分享的高高翻模的 MG 豪华版命运高达，从此这一台就已经结束了。各位千万不要购买，谁买谁糟心。我们下期不见不散，拜拜。